哦，吓死我了！哦，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蟑螂！OK， 听我一言，带上油灯。你们同行四人，有着不同的身份，一名卧底玩家，三名普通玩家。普通玩家要完成现实逃脱任务，而卧底玩家的任务是阻止普通玩家通关。你在本局游戏中的身份是玩家，这里的地图和油灯送给你，祝你游戏成功。